我今天恰饭。华硕天选创作本，能做设计，能剪片子，能吃鸡。15.6英寸的屏幕，2K 分辨率。来，这是我6寸的巴掌，感受一下。广视角 IPS 屏，就是那种液晶硬屏，这样画面更清晰流畅，触摸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水纹。100% P3 广色域，这你懂的吧？颜色会更丰富更真实。瞧这个渐变，瞧这个晕染。11代酷睿 i7 高能耗比，英伟达3070独显，意思就是硬核够好。画图我200个图层起，没问题。接口也很丰富，可以同时接2个 4K 显示器，那意思是左边吃鸡，右边录剧，中间还能搞设计？调皮了哦！还有一个最关心的本子散热问题，冰川系统散热。冰川散热成冰，2风扇4风口5热管，散热效能提高25%，这玩意儿是真的。那综上所述，要用这个本子画画，绰绰有余。 Nice。 趁还没还回去，先搞把游戏。165赫兹刷新率，3毫秒极速响应，说是不卡，顺畅。哎， Nice。